来到在观景台再往上面走，来到一个露营的地方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刚才在下面观景台那里认识了两个中国的大哥，然后我把他们带到这边来。其实呢，这边特别舒服，空气也好，然后也很凉快，因为非常多的植物在这，而且在这还能看到清迈的夜景啊，早上还能看到清迈的日出。Everything changes.